哥啊哥，干嘛？赶紧给我买个手机。你想要哪个手机嘛？我不知道呀，我手机刚换一轮。那就买这个 vivo X200S， 我前段6月8时间刚买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手机老好了。能好用吗？我听他们说，这手机又是发热，又是卡的，充电又慢的。别，你听网上那些喷子说的，你这辈子别想买手机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个手机要影像有蔡司，还有超声波指纹解锁，还有橘子系统，就说哪方面差、啊？那我到底是买这还是买不买这个呢？你就买这个手机就行了。你看网上那些喷子，他们把小米15都喷成什么样了？说那澎湃系统卡的跟 PPT 一样。但我之前感觉用红米还好呀。红米啊。那你买红米去吧。那不不，那就买这个吧，这个是旗舰。对呀、啊，就买 vivo X200S， 这还是个旗舰手机呢，现在才3000多。主要是它拍照好、啊，我现在不是上大学了吗？我想能拍照好点。跟女朋友拍照是吧？啊、就买这个蔡司影像，我跟你说嘎嘎屌。那可以啊，可以、啊。我要贴膜呢。啊，贴啥膜呀、啊？钢化膜啊！我这现在不是，这手机不是超声波指纹解锁，你还贴膜能用吗？是超声波指纹解锁啊，这个我看工业买的，你上面原厂膜现在虚层基本上没有了，这不是给它换一片钢化膜吗？那你先贴着我看看，好不好用？到时候我帮你剩，你买几片装的？我买了两片装。行，到时候把剩下一片给我，到时候我就不用买了。这个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踩坑，但是看网上这个广告宣传的挺好。你踩坑我就不买了。我的妈！你个墙头草！那肯定呀，你都踩坑了，我还买个馒头，我不是坑人家坑了？嗯，我这么一点也不坑。我还剩一个定位器呀、啊，这玩意儿。对，它这种是有秒贴合的，应该就这样。那感觉看着挺简单的呀，这。对，那就等它自动师傅就可以了，让它稍微排一下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就贴好了。应该是贴好了，看一下。哇、哦，好快这玩意儿！不过还是有点气泡。我看人家网上博主啊，基本上都没什么气泡，是不是我不是专业贴膜的？我去，那可以，这覆盖面积好大呀，感觉。看我往这边延伸到了这个屏幕边了。对啊，它这可以说是一整个全面覆盖了，我这有点恍惚了。顶部还有个防尘网。哦，顶部还有个防尘网。对呀、啊。那这可以，这个膜，看看超声波指纹，哇、哦，好快啊！你看，就在我手指触摸下去，就先解锁了。嗯、那真挺快的这个。我之前看人家的红米 K80 至尊，那贴个钢化膜，超声波直接给你干没有了，有个直接成短焦了，不可能崩。好气，确实有一说一。哎，还不延迟啊！而且这个边缘还做了一个弧度的嘞，你看这个边缘，嗯，做了一个弧度。看他们简介上宣称的是 2.5T 的微曲钢化膜，那可以微曲的，它至少边缘玩游戏时候不硌手了，是吧？像那样视觉操作了就很丝滑。啊，到时候我打原神，那不得嘎嘎丝滑啊！我是马维卡的狗，我而且因为它这个覆盖面积大的话，边缘就不会出现积灰的情况。行行行，那我让我咱妈给我买这个，就买这个，我都说了，看一下带上手机。那你作为老哥不得表示表示，给我垫几百？我给你凑1000块钱，可以吧？哇枪，我操，它这么大的一个覆盖面积，带壳没有顶膜，那可以啊，这个手机壳，这手机壳怎么样？这手机壳同一家店去买的。还带个磁吸环啊？对呀、啊，那岂不是可以贴个30倍夹了？肯定啊，我这个还有个无线充电的，我带个磁吸充电宝。那可以了，这功能都挺多了，我。所以说就买这个 vivo X200S 呗，以后我这些配件还有一片，直接给你用了。好，好，好，给我留着啊！我现在就让老妈给我去买去。